今天你嘛过生日。是啊，我多少在恭喜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生日不重要，工作重要。你要来，拢临时，拢临时，拢。临时确定的。哎，我来个家伙，老大无来。老大，老大，开玩笑，是啊，一定的。老大是绿岛的。刚刚啊，这个韩市长突然来这边，你事前知道吗？我事前不知道。他是特地赶回来看一下的吗？没有，我本来就在这里，很老早在开会的。我是参选的。那现在这样子见到他会不会有点尴尬？不会啦，怎么会啊？我又没有参加初选，我先超脱三届了。有些民进党立委认为说，他如果可以来的时候通知一下会比较礼貌。那院长怎么看？哎呀，你刻意问了这个问题，我就很难答了。为什么难答？你知道吗？要来看人家，就是最好都是事先约好嘛。院长，我们想要问一下，是说刚刚啊，这个韩市长突然来这边，你事前知道吗？我事前不知道。他是特地赶回来看一下的吗？没有，我本来就在这里，很老早在开会的。现在开会还在进行中啊。有没有很意外，韩市长突然的驾到？对他来看，我绝对比较意外。啊，最主要是因为他的登革热的问题啊。那一些经费的问题来，当然我们要尽力协助他，那么，我们，这个直接的反应就是，疫情的控制最重要，所以呢，应该可以先动用预备金，预备金，动用的同时呢，可以向行政部门行政院来争取这些这个经费的支持，院长刚刚跟韩市长说，最后又讲了一句说要解决的事情还很多，是有在影射什么事情？市政的问题那么多啊，市政的问题，可以说一时也讲不完的嘛，从民政、财政，样样都是市政的问题嘛，所以他要解决问题。我不要提到那里去了，他来看的又不是提竞选的问题。他确定要参选了，那现在这样子见到他会不会有点尴尬？不会啦，怎么会啊？我又没有参加初选，我先超脱三界了。有些民进党立委认为说，他如果可以来的时候通知一下会比较礼貌，那院长怎么看？哎呀，你刻意问了这个问题，我就很难答了。为什么难答？你知道吗？要来看人家，就是最好都是事先约好嘛，让人家有个时间上有个准备嘛，刚还是有祝他生日快乐，院长还记得他生日，怎么会知道？今天刚才他自己讲的啊，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，当然一定要再祝贺他生日快乐啊，院长之前那个媒体的这个。行政部门行政院呢，早日把这个经费拨下来，批准下来呢，那他生日更快乐了。院长之前因为媒体都一直报这个王韩关系，你有觉得韩市长今天是来跟你示好的吗？怎么会谈到这个问题？今天根本不谈竞选的问题。关系有修补好吗？觉得？我这关系本来就很好，哪里有什么要修补？你怎么会很奇怪问这个问题啊？关心一下。没有这个问题哈。我又不是候选人。好，好了哈。谢谢院长，谢谢院长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院长。